14号，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建设项目河北邯郸机场改扩建主体工程按期完工。目前机场的智能化值机和安检等系统的安装调试工作已全面展开，整个工程在今年内正式建成投产后，年旅客吞吐量将由目前的100万人次提升到300万人次，形成区域性航空枢纽。